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我们这边一滴水都想不到，你还要拖多久啊？今天的高铁哦，没得水。有水完蛋，供不上水了，大家没有收益，这种绝望，这是很难受的。十天之内把水供上吧，把这件事先解决了呀、啊。整天在地里干活，晒得像老头，我们就把他戏称为老头嘛。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去年雨也行，全国性的，今年的哦没得水。有水。我们这边的养猪为什么这么难？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水不能及时的供过来。我们有苦，我们不能算，我们算谁算？没地方去算。他们是湖北省沙洋县后岗镇桥湖村的小龙虾养殖户，眼下正是小龙虾即将收获的季节，可这些养殖户们却因为养殖缺水，情绪有些激动。第一大事情，把水供上来，对啊，对吧？这个事儿就能做。对啊。另外就是要集中连片，对吧？才好供水，好管理。是的。对吧？是不是这个问题？是。这个被养殖户围住的人叫童宝生，因为是童宝生将地转包给了这些人，所以这些天这样的场景他每天都要面对。堵着抽水的话，堵着把闸也闸的话，我们这边一滴水都想不到。那我们现在已经眼下已经都快接近尾声了，你还要拖多久啊？说实话，我们放了一次水，我们自己单独放了一次水。你们抱团？我们没办法，不可能等死啊。听养殖户们抱怨，童宝生的心情也很复杂。就是基础工程的事儿，一周之内的吧，你十天之内把水供上吧，把这件事先解决了呀，对吧？答应十天之内把养殖户们的问题解决，但童宝生真的可以做到吗？桥湖村、独藻村都面临啊，是吧？桥湖村的严重性强些，这边现在。我们这边是1300多亩地，小龙虾呢，它都长大了嘛，一个密度也就加大了嘛，另外这个各种微生物都开始繁殖了，太阳一高嘛，水温就提高了，水温提高之后，水里面的各种水草也就长得快了，然后那个一些微生物呢，包括一些浮游微生物啊，它就长得都快了，小龙虾都长得快了，密度太高就水就臭了，啊，这个时间的水很关键是吧？这非常关键的，今年就最后一波最关键的一次水，供不上水了，大家没有收益，没有赶上供水的季节，白白把这个季节浪费了，这种惋惜啊，这种绝望，这是很难受的。其实关于供水的问题，童宝生这几天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我们愁眉苦脸没办法，我们经常自己睡不着觉，自己骂自己，自己埋怨自己。啊，怎么做了这么个事儿？怎么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事儿没做好？但你还得面对这个现实啊。今年58岁的童宝生，出生在陕西宝鸡农村。从小呢，我们那个地方真是叫面朝黄土背朝天，老一辈呢都是靠天吃饭，我们的土地没有灌溉系统的，就是完全靠老天爷吃饭。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童宝生，从事农业生物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全国跑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江汉平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粮仓，水资源非常丰富，气候资源、温热资源也非常丰富，土地也很肥沃。这一带呢，是我真正能实现我们现代农业的一块宝地。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乡村振兴的建设目标让童宝生有种强烈到农村创业的冲动。6年前他决定来湖北完成自己的乡村实验。我刚到湖北农村呢，是看到那个反正一片片稻田都土地是一片一片，然后高低不平，大多数那个地方平均是一家的平均有8亩到10亩左右，分个7、8块甚至10几块地方跑来跑去，东一下西一下，干完这一片地，然后又跑那片地干，骑个自行车，非常辛苦，老百姓非常辛苦。我们俩呢，本身都是农大毕业的，然后呢，我们对农业都是有感情的，
他既然选择这块呢，我肯定要支持他。他是有这样一个情怀，为了这个理想不去努力的话，也就会后悔。能拿出来的都去给他支持他了，应该是上千万吧。把一个传统水下呢建成一个现代水下呢，现代农业呢，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在全国去做，是吧？包括我们家乡，也可以做现代农业。童宝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将碎片田流转，并打造成高标准农田，再转包给有能力的大户，实现适度规模生产。期间为承包者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这一片能看见这片塘呢，是五六十户人家的，然后我把它改造成一个大片，对吧？这个地方呢是离水源比较近的，所以就做一个虾道共作，这样现在是在养小龙虾，这是整理好的地。然后那个五月份虾呢都捞完之后，六月份就开始要种水稻，所以这虾稻两季啊效益非常好。小农户啊，他呢没有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把地租给我们，我们再租给更有劳动能力的来做农业生产，啊，所以这样就农民呢，就拿他的租金，另外可以在我们这来打工，啊，这就把小农户拉入进来了，拉入我们的大生产里面来，让他土地更多一点，组织他去抓技术、抓科学，然后再抓市场，这就形成一个小农户和大农业，和大市场结合起来这么一个现代农业了。六年间，他在湖北沙洋县成功流转了上万亩土地，为上千户农民带来了收益，但遇到的困难挑战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养殖户一旦放弃，就那现在我们就没法去继续经营这个事儿了。我们投这么多钱了，就打了水漂了。我们不甘心去放弃这个事儿，不光是投了钱，而且投了心血，啊，必须把这个事儿做起来。说我们无论再困难的事情，我们都得克服它。让童宝生欣慰的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妻子一直在后面支持他。如果要是不成功了，反正家里头整个就全搭进去了。我是觉得一家之主嘛，他是个男人，在这方面，我一说就快忍不住了。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现在是确确实实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容易了，对他，对我们家庭来说也付出太多了。让童宝生咬牙走下来的，还有另一个执念。这样的模式呢，我们能复制到包括我们的家乡，到黄土高原去。虽然它那儿缺水，但是我们可以做节水农业，啊，也可以把地片成片化的去开发、去经营，改变我们家乡。实际这个呢，也可以在全国去复制，这是我们最想做的一个事儿。眼下，养殖户反映的用水问题，就是他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事儿。水源的问题比较大，像我们今年的话，这个根本的可以说是我们要耽误了一季这个生产的。他这等于耽误了大概一个月时间吧。最大的困难还是缺水，就是水现在呢怎么能上去，是吧？因为这边水呢要，周边有水，长湖呢，啊，长湖是我们湖北省第三大湖，水量丰富的不得了，啊，但怎么到地里面去，我们就大量的协调工作。小龙虾养殖需要多次换水，才能满足小龙虾生长环境的需要。而两个村部分地方供不上水的现象，今年已经是多次发生了。因为担心自家收成，一些村民甚至出现了抢水的现象。你又碰到啥问题了？把人不急死了呢？急什么急死？你看我100多亩的田，就这水路堵到这没办法了。昨天刚刚把它清开了。哪一个？就这个。昨天刚刚把亲人们把它全部掏了，掏了还不一定掏干净了。拿回来。因为这个洞口太小了嘛，就这么一点。这个别人要用水就过来堵这个洞口。他堵这个口还好，他把里面全部堵死了。那谁堵的呀？不同的，现在有什么问题呢？你现在的话就是要用水的话，你必须这儿搞个闸门，搞个什么？你不然的话，别人一用水的话，把这个里面一塞，
还是用不了水。你在那弄个铁丝网呢？没有。你弄个铁丝网自己把它管上。因为我要用水，别人也要用水。啊。就是很矛盾了，因为别人的水位比较高嘛，我这水位比较低嘛。抢水的村民表面上不发生冲突，但却在背地里暗自较劲儿，让童宝生十分苦恼。村干部闻讯也赶了过来。原来是两边放的是他放你不能放，这边放那边不能放，肯定是在赌。他说昨天在，他就赌是昨天打电话，昨天我叫他赌的。我说又能够有什么办法，想办法逃通，你实在逃通的，你什么时候没水？这是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前两边公司有分歧。我当然也怪过他们，就是这些问题你们都不能克服一下吗？但是你反过来看，啊。今天克服了，他们也很多做了很多的克服，啊，今天克服了，明天等着呢，后天你还解决不了，那龙石错过了，他们直接损失的是，哎，就是收益。村民和养殖户用水旺季无法协调用水，导致矛盾升级，村干部们为此也很头疼。这个，用水啊，是一个水源地要供应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之间呢有个节子闸。它是个分水岭，啊，因为这个节子闸没做好了，接上农民嘛，你说好是这个要给桥湖村来供水，结果独岛村的农民呢，他偷偷的他会把那个，节子闸那个地方那个，石头啦或者是编织袋啦，他会搬掉，啊，给他们去放水，这样就造成这个远端的这个农民呢，他就没有水，啊，经常水就不够或者是没水，啊，就是。造成两个村之间的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很深。啊，这没有修，这还是老的那个闸，对吧？原来为这个放水啊，他们堵着，光把这个闸板一抽，这边的这个设备是我们这个相互的拿来用这个泥巴堵上的，他给我们一拉，是不是啊？无情的，我们收水的，来的时候再来走，他们还得给我们打架，派出所的都经过的。这处老闸就是两个村发生矛盾的点，拉渡泵站将长湖里的水引入渠道，通过闸口来分配两个村的用水，而老闸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发挥不了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还会引发抢水矛盾。这天后岗镇政府把两个抢水村的负责人和童宝生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现场会。看这个现场呢就明白了，这个闸是绝对修的啊，这他留下来的，不修的话，对，早就给换了。对，我让他们这个过了还量过，还量过的，一量过就跟这样把它要过的。你把那个位置啊，告诉那个苏书记。啊，就现在你给我他们没有恶化，这两个没有恶化。给他看，你把那个位置写给他就行。不恶化的地方都是要搞的，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但是我们通过现场来看呢，因为这个项目啊，这也是为了改善这个几个村的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在建项目。那看这个现场的话，那么这个节子闸本来是很重要，是吧？那看这个现场，这个节子闸是绝对有的，绝对是要建设的，那对不对？留着。所以说，现在我们政府呢，我们来督促施工方啊，尽快的加快工程进度，把这个节子闸把它建起来。加快节子闸的施工进度，也就能避免两个村抢水的问题。难办的事儿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养殖户们仍然顾虑重重。我就说这门前嘛，你现在建，对是，我先不是说问题吧，等到这个工程不是呢，就是跟你说，马上叫他来搞起来搞的。放心，我们来躲。把这个季节耽误了，下到时候用水的时间就划过去了，是的。第一个呢，临时的用土办法，对吧？就那个隔板挡一下，但是要这个加强管理。第二个呢，要从长期来解决这个地方的风水的问题。这个节子闸呢，尽快来施工，这个估计一个月之内，应该搞，就是就完工了，啊，一个月之内呢，就是，如果要速度快，可能个十几天就完工，还要根据天气情况。一番交谈后，有了镇里的承诺，村民们都同意遵从用水安排调度，并达成了共识。就在童宝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位于两村中间的东岳村村民不干了。本以为这个节子闸弄完就好了。结果听说东岳村这边那个水渠还漏水，啊，这水过来之后，把人家村民这个堰塘呢、稻田呢给人家淹了，还得看看这边的情况。原来桥湖村位于水源的最远端，水到桥湖村需要近6公里的距离，
中间还要经过东岳村。漏的满河。漏的满河，都到漏哪去了？满那边。满大堤的都漏。你看他这个塞坝封的，对，他就是封的。就看这个塞坝封的，全部漏到村家这边，满大堤这又渠道又急，有的位置呢，把这个扎根进来，又还漏的扎根进来。这渠道又低了的，全部还满渠的漏的，全部都漏。全部得漏，全部得漏。你漏的看，这天这个错的是整个天，现在种虾子都种不成的，一种还五十了。在东岳村那个水渠呢，是传统的历史那个渠，多年了，时间长了，因为它漏这样就是，漏在老百姓的家里去了，到田里面去了，啊，漏在老百姓的堰塘里面去了，老百姓就不愿意，这样就不让去放水。这个也是个矛盾。之前童宝生担心用水量增加溢出来会淹了村民的农田，所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渠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问题却出现在了老渠上。这个洞是什么呀？漏啊，也是漏成那个塔下的个了。啊，这个渗出了塔，就从这儿就进了堰塘了，到一旁那个啊，天天开这个，没得办法，把俺路淹的之后，没得办法开这个沟到这里。啊，那这个也漏水，这个玩意儿也漏，对吧？嗯，这个怎么就裂了都？是这样。就他假如说要水的季节，你再漏，老百姓挺欢迎的，他挺高兴，你给他免费浇地了。你要是那个能淹他的田，他就马上就不干了。严重，这样的控制多得很。哦，那个是比较严重，对对。这我们家东西煮的这。对。那这个东西就得补上嘛，补啊，一袋水泥就补上了吧，够了吧？这是全部要有，不光是这个原土都是这个，你看这，下面我估计3公里到5公里，大概对，最多3公里啊，差不多啊，对吧？3公里左右。这个路是最狠的。童宝生想到还有很多养殖户迫切等待用水，时间紧迫。便立即叫来了挖掘机和维修工人，开始修补水渠。顺便把路修一下，这个泥泞的都要走车了。现在通车马上开始。就把土砸实就行了。这个土倒一层，我是出。啊，那下面那个要用水泥，要用沙子水泥。落了沙水里头就给它落着，落了。好几个。这个地方嘛，啊，我也跑，下面人也跑，这个速度快啊，也抓紧能协调的，因为时间很紧嘛，啊，抓紧那个，每一个点赶紧就弄完，马上就要用水了嘛。我们今天把师傅喊来了，把这个漏水点给堵上，堵上这条渠呢，就几个4个漏水点啊，这其中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漏水点，啊，再安个涵闸给这面供水，啊，这面这个渠就畅通了。三河泵站那边的水源现在还是个问题，那个泵站在那就用不上，需要政府给我们协调。水源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对，咱们有情都是有希望的，你们高兴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最紧迫的事儿通过临时方法暂时得到缓解，童宝生终于松了口气。实际上来后岗镇创业的6年来，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创业赚来的钱也被用于改善村庄环境，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陈伟达老同啊，他因为这个整天在地里干活，晒得像老头，我们就把他戏称为老头嘛。通过这个土地这个品种项目，农户的防汛无后的环境，污水这个抽屉这一块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新修了这个水利路，这是8公里绿化道路。这个新建了这个8000平米文化广场，丰富了这个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真正的为这个乡村振兴呢，这个起到了这个推动。从小块给我们改成大块了，是不是？所以利于这个机盖这个耕作。原来我们都是用这个油啊，是小型机盖，我们现在都是大型机盖，在这里耕作，效益增加了。我们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啊？谁来实现啊？得有人去做啊，他不是说的，是做的，对吧？对吧？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第一条就是把土地改造了，你没土地，那个土地碎片化的土地怎么实现现代化？
老吴，来来来，过来一下，跟你说个事儿。哎，说你是最勤快的人，我发现。没办法，养虾人就不辜负自己啊。水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大家急着用水嘛，对，就，都协调好了，嗯，啊，这你就高兴点，对吧？别愁眉苦脸的，嗯，一个是那个水闸的地方，对吧？政府已经安排给那个要这两天就要开始要修，嗯，啊，那个封水闸的地方，嗯，啊，那个已经安排了，嗯，啊，今天人家县里面的局长来亲自来督战，啊，带着施工队，啊，那个地方。另外，咱们的这个我安排的，因为张书记带着队伍把那个这一条我们的主渠，就东岳村那，嗯，那个漏水的地方，嗯，有四个漏水点，嗯，全部都把那个掏出来，啊，下面那个，漏水点都掏出来，重新给砸实。应该这个产业搞好了，应该是。对，咱们有情都是有希望的，对吧？有点高兴啊。在童宝生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养殖户们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童宝生也被感动着。感动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养殖户和村民们对他没有吵闹，而是带着理解和信任默默地等待。要从拿督泵站供水它是个短期行为，要解决桥湖整体上的供水，如果再做个二级泵站从那边供水就离这边比较近了，这样就解决了桥湖的供水问题了。三河泵站那边的水源啊，那边的水源现在还是个问题，我们正在协调，因为那边呢是没有，经常就没水了，它就干枯了。另外那个水利基础设施也没修好。如果说要保证三河泵站一直有水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那个进水闸前面打围院，在那个进水的端啊，直接用那个蛇皮袋直接把那些码起来，因为当时您是。抗旱的话流量不会很大，是把那个进水口堵住，然后直接在河中心放一个那个，就是放四个六寸左右的潜水泵，嗯，就会保证流量大概在0.5个流量左右。啊，你说在那把这个架起来，然后拦起来，然后把下面的水往上面一滚，反过来，然后就自流直接回去了。反过来这就高了，这里的水就可以自流过去了。对，长湖的水我们调不上来，这我们需要政府给我们协调。水源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只能反应。长期的，就是我们以后啊，这个后续的这个项目来的后啊，对这个水系的牡丹或者一些直渠进行改造升级以后，那么它的这个以后放水啊，就更通畅顺畅一些。对于前期的这个设计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呢，进行一些改正呢。有了后岗镇镇政府的支持，童宝生总算可以踏实地吃口热乎饭，睡一个安稳觉了。没过多久，节制闸也修好了。对于他来说，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注定有太多的困难需要面对。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在不久的将来，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一派繁忙欢欣的景象。在我们，从长期来说，就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对吧？对我们这现在这个区域来说，拉东泵站已经修好了，啊，主渠上的涵闸修好了，未来桥湖的三河泵站再修好，是吧？再把一些渠道，是吧？再硬化渠道再修好，整个区域内就是非常好了。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水相连，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让我们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